这里是绿川水岸廊道。上面呢是台湾大道，在这边。那这条桥呢有百年的历史。现在绿川的水呢还蛮清澈的，超多的鱼，好像太多了一点。那绿川呢经过政府的整治呢，到现在还是很漂亮，平常应该是有在维护。那这附近呢有公园眼科、电子街，还有第一广场，还有台中火车站。这里吸引蛮多观光客到这边来游玩，开车呢来也可以停在东协广场的地下收费停车场，距离这里很近。这里呢就是公园眼科，非常大间。这里呢前身呢是台中市卫生所，那它还没有把它拆掉，它要保留它现在的样子。它是用红砖瓦建造的，门口也做得很大气。进来就很华丽，柜子的设计。这边是卖场，来逛一下。这边有做书柜的设计，屋顶呢也有做天井的感觉，漂亮。楼上是他们的餐厅，所以呢你有定位才能上楼。这边呢有一些公益的金钱补助。这里有卖台中太阳饼，还有一些伴手礼。这个是茶叶，这边都有叙述它的茶叶品种，非常的华丽。那对面呢就是冰淇淋店，等一下去看一下。这里有卖蝴蝶酥。
它的走廊呢也做得很有欧式风格，像古典的城堡一样。这里呢就是买冰的地方，今天人比较少。Surprised it's you.